蹦蹦，正中段靠北，我知道。哎呀，这最近这个新的 set 啊，哎呀，开一局就凹啊，你有点凹啊，你啊，感觉还要凹了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也觉得还要凹了，干这死凹鬼！我就觉得还要凹，我真觉得还要凹，真的。OK OK。哎、欸、干，还给我偷偷的延迟康，哎、欸、正二我知道。哎呀，有交有差。嗯，噔，把下个嘞，完了，没打。哎呀，我会打，还敢给我用安全跳啊？哎、欸，点得好。Bike， 完了，干死老鬼 ！Money Monades， 你在干什么 ？Yahoo！ 当我是笨蛋啊！当我是笨蛋啊！老子有气啊！老子有气啊！气没了！拜！你在二楼再凹一次。哎、欸，我速摔啊！哎呦，漂亮！蹦蹦，正中段靠北，我知道。哎呀，这最近这个新的 set 啊，安全跳，不、哦，哎、欸，按错，哎、欸，好像没按错。No 不对，哎、欸，靠北啊，激流的，哎呀，看他那个飞过来，我应该直接把他打掉的，应该二 MP 之类的，感觉应该可以打掉，呀。完了！哎、欸，我的跳，我跳被打掉了。Spike， Spike， 完。完，应该要延迟跳的。啊，不奈得死哟！Last chance， 哦，完了，他感觉会放氧气。中断 ！Oh my god！ 哇操嘞！啊，运气不错啊，塞一个下蹲，再塞一个中断。Spike， 哦，哎呀！Spike 刚刚好，他做错 set 了。他刚刚应该想要中断压，结果他没有滑。我刚才看到那个 set， 我要直接 Spike 走了，走了。哎，防凹，干你俩不行，压的不够多。我其实知道还要凹了，所以我用这个压。
哎，完蛋！哎呦，完了！蹦蹦蹦蹦蹦蹦蹦！好险！那这角色真的太烂了啦，他其实玩的不错，那这角色真的太烂了。日文哥，你还敢跳啊？那，哎呀，开一局就凹啊！你有点凹啊你啊！你在干什么？火龙洞。熟了熟了，感觉还要凹了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也觉得还要凹了，干这死凹鬼！你在干什么？不、哦，完了！你在干什么？再凹一次。没有。嘿，伟哲你会凹啊？我最喜欢打凹凹人啊，我也会变很凹。感觉要跳了吗？要冲了吗？干！哇靠！哇靠！三小还给我偷偷 reset 啊！完啦！我先出去。你在干什么？喂，来喽，一套大的。喂，干！早就知道你要凹啦。Super Rush Kick。凹鬼。哎，刚那个有点衰，刚那个在角落了，不然给他一套大的，那个 S 二打半条，可惜了。拜。嘣嘣！哎，他放枪换边了。干你娘！你不倒是防下凹啊你啊！耶呼！凹，嘣完！你在跳什么？咚，完了！嘣嘣嘣，完了！这人好像还是有点强的。我就觉得还要凹，我真觉得还要凹，真的。OK OK， 我刚内心有那么一想的，他可能是个高手，被我防到那么多次凹，应该会防凹的心态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应该把人家当成高手的，我真的错了。我现在把他当成他妈死凹鬼干。按错。你刚上来有你凹啊，这个就给你凹了，没关系啊。啊，这就给你凹了，没关系啊。就，哇，瑞呢？真的是烧鬼，不要把对方想得太强啊！真的永远把对方想得太强，都是我的坏习惯。哎，干，找到极满。哎，太远，太远，就跟你说太远了。我以为还会再凹一次。斯卡麦达，徐洛洛，你以为？啊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为什么那个没中啊？为什么那个老鹰踢没中啊？哎，完了！哦，最后一刻，来不及，再来一次。你有懂阿瓦？恭喜你结束啦这个游戏！哎呦，哎呦，恭喜你啊，还敢被我摸到啊！我一个四路，凹凹鬼啊，稳稳的啊！打完人鬼后变强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在开玩笑吗？我人鬼几乎没练呢、欸。我打完人鬼是很明显的变弱啦，学生有变强啦，但老师是变弱了，老师没有练啦。这游戏是我干，哎、欸，
你在跳什么？哎，错，靠北，你看我连连段都忘了。哎，一个解摔，对不起，嘣。你在干啊？哎，干，还给我偷偷的延迟康。哎，正二我知道。哈哈哈哈哎呀，有交有差，有交有差。哎，我自己都知道正二啦，都。啊不呢！哎呀，还好我教过那个 set 啊，还好我有教过啊，自己都知道真的啦，早我就知道啦。哎，赚了一口气，完蛋，崩！哎呀，两个崩了 ，Spike，No 不在，你在干什么？当看哦，这样接不到，白痴啊！哎看。他怎么还是敢用？完了，一个延迟康，完了，要死人啦！哎呀，啊，不行了！初见难安，会玩 Julie 吗？之后也可以摸一下，就是五分钟 Julie， 是不是要跳了、啊？感觉要跳了吧？咚！对不起，但他这个不应该是要被我雀板的。哎，他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，我已经下载完了。其实他就是加强版烟花。那、你还敢给我站着啊？啊！干！你在干什么？哎，他没疯，没疯你就是个……你还敢给我防凹啊？对不起。哎、欸，过来咯，哎呀，直接过啦，受不了！你没疯，你没疯。哎，吓死我了！他完美劈好准哦。哎、欸，超熟啦，是不是啊？输一场就不打啦，这个超熟啦，这个就是比烟花还烂。